王一博又误机了，还上了热搜，这次是全国人民都知道孩子没赶上飞机了。这魔鬼行程天天飞来飞去，误机也是常会发生的事。王妍妍旅客，王一博旅客，请尽快登记。原来王一博的保镖本名就叫妍妍啊，还以为是小名呢。王一博也是本名，不像别人有个艺名，这样一时别人还不知道是他，这下被公开处刑了，哈哈。据说这一次最后没有赶上，改签了，这又让大家不得不把王一博之前在机场飞奔着赶飞机的照片放出来了，就在粉丝和站姐的镜头下奔跑，不愧是你，但是这一次最后赶上了，不容易啊。还有一次，据说因为上了个厕所又错过了飞机，所以只好买了个冰激凌安慰自己，靠着墙啃冰淇淋的表情真的是看着委屈又搞笑，哈哈。好了，孩子大了，不要老是笑话人家，给王一博留点面子吧，不如一起来看看王一博的那些年很绝的机场照吧。王一博就算随便撩一下头发也很帅呢，哇，怀念当年穿破洞牛仔裤的爱豆一博啊，酷，这一件红衣也太惹眼了吧，这小细腿我爱了，黑色长风衣染发的一博帅，穿着越来越运动风的王大爷，紧身裤基本见不到了，横店鹰眼已经锁定你了，你最好拍好看点，哈哈。开始带着滑板的滑手一博，必要时候还可以代步，快速离开人群的围堵，这一套真的好帅啊。好吧，每一套都帅，王一博机场穿搭都很可，今晚谢允解锁白色风衣造型，这套新衣服太好看了吧，白的发光的谢允明天就可以迎来吻戏了，恭喜王一博穿白色真的很好看，滑雪的白色滑雪服我也很喜欢，像一个糯米团子。王一博参加警察节节目录制现场，王一博的特警服生图也很酷啊，还会演唱歌曲，期待节目的播出。